Hello Sammy 你好啊，咁我知道咧，近排就已經定咗你之前嗰、那個、生日嘅歌迷會變咗做慶祝聖誕嘅歌迷會喎。有冇話即係其實呢個聖誕歌迷會會做啲咩嘅？而家就轉咗去23號度舉行啦。咁主力都係會同歌迷玩遊戲，吃翻嘅開心嘅。咁啊，因為譬如演唱會嘅形式就真係想留翻出年嘅演唱會啦。咁所以今次個 Christmas Party 都係吃翻嘅，最緊要吃翻。但會唔會唱歌啊？即係唱下歌仔。啊，咁都會唱歌，咁不過就唔係演唱會咁樣嘅形式啦。咁同埋會多啲開心嘅 moment 咯嚇。咁至於唱歌就真係盡量想留翻俾出年嘅演唱會咯。聖誕節就約了朋友慶祝了，應該沒什麼 surprise 的，年年都是跟一些閨蜜一起慶祝的，所以都是相當開心的，最重要是有東西吃咯。